知道座机的位置吗？ Over。感觉无线电很杂音很多， Over。不是不是。进来的路上右边就可以坐机了， Over。在进来的路上还没到海滩之前，右转就可以到坐机的地方， Over。可是我现在太平洋旁边没看到红蓝， Over。真是我还是。好，这边先做那个插话一下，我们坐机队现在定点哦，来，志伟，你那边怎么样？我进来，你们再进来。来，我们坐机队的啊，跟着志伟走哦。七九，我在呢，里面不大。那个嘛，你说，宝贝。后来没事，刚才只是找个地方亮亮而已啊。哦，因为立场说你去海边坐机，往长火太平洋怎么坐机？他进场了，持续里面你也知道嘛，对不对？你知道我知道啊。作为性格，作为性格，问题是怎么样去坐机啊？刚才我们进来的路上的小路，离开那个工地的管制站的时候，到海边之前右左边有个小缺口，进去就可以坐机了。Over， over。司机啊，6366，这是对的。